重新完成比赛。怎么了？刚才好像是一龙受到一个重击，一龙被对手重拳击倒。刚刚一龙还在比赛中占据优势，但不知为何突然被对手击倒，可能这场比赛一龙太过紧张。这次一龙对手是来自日本长岛雄一郎，在此之前两人有过一战，不过一龙是点数输给对手。一龙丝毫不服，再次跟长岛雄一郎进行二。Baby.